为了要吸引民众支持，来看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陈时中是再度化身为型男大主厨，这回替嫂儿子陈彦安来准备一个便当。原来是因为陈彦安小时候呢，看陈时中是不断的开会，一度误以为爸爸特别喜欢吃开会的便当。而在料理过程当中，他还想起了母亲以前亲自下厨的情景，感叹那些从前的好滋味是再也吃不到了。可以啦，部长很会，再见。切片切丁都难不倒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再度化身型男大主厨，要小露身手。家务事也是蛮多的嘛，你要我们等一下要打扫，有点辛苦。哎呀，被主持人亏了一下，不常下厨的陈时中翻炒着锅内的食材，也不禁让他回想起妈妈的味道。妈妈如果要煮，她都是从最原始的食材，尤其像包子这，几乎现在也都吃不到那种像我妈妈那时候他们煮弄的那个味道的。虽然外面很多。可是觉得妈妈做的包子最好，感叹过去熟悉的好滋味再也尝不到，但这回用心良苦，其实全都为了他。想到在开会都吃便当，家里听说吃便当看起来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叫做换彦安吃的便当。原来就是因为过去工作太过忙碌，让小儿子陈彦安误会爸爸爱吃开会便当，陈中是哭笑不得，更加码爆料陈彦安小的时候相当有个性。我小儿子非常的就跟他大哥哥就不太一样，做自己，不过他都会据理力争啊，沟通啊，跟小孩很重要，使他讲出一些我们可接受的，然后最后他讲的在那个点达成一个妥协，那他会觉得他讲有效，那以后他才愿意讲，那其实我在跟社会沟通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子。讲起自己的孩子，嘴巴上说是让他伤透脑筋，但陈松脸上却是流露出满满的疼爱。说那就换一次爸爸做便当给小孩吧，也是传达一种感情。对，那如果你要问我说我要跟这儿子讲什么话，我要祝他海阔天空，有更宽广的空间，更放手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送上身为父亲最温暖的祝福，一个简单的便当却装满了父子俩不言而喻的情感。记者夏俊成、吕建云采访报道。